话，可能就是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弄好。是由国民党内部的左派，寄生宋庆龄、寄生何香凝等等这些老的，而且主张就是要祖国要统一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看到了我们这种华侨的这种凝聚力，同时呢，我们也听到就是我们华侨这个在海外的这个奋斗的这种历史。唯一帮人家听的那个协会推一个，后来就是那就那一年，后来确实有。我想这个是在部队最上是一个最深的。好像是革命军武嘛，现在在我们小姐这个侨务活动当中呢，也是被证实的。代表团这次是到罗马参加两个大会，就是欧华联合会的那个第16届大会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10周年纪念大会。那么会后呢，我们顺道访问在意大利、西班牙和法国的华侨华人组织和合统会的这个组织的成员。我想这个是推动我们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的一次重要的访问。